陈丽兹的观众朋友您好，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个史字，松史的史。史字的国语注音是史，三声史，也可以念迟，二声迟。迟就是把弓弦解开，因为弓如果长期绷得紧紧的，弹力就会减弱。为了保持弓的弹力，在不射的时候就要把弓弦放开，使弓伸展。由此引申，凡是放松不紧都可以叫做迟，所以放松绳索叫松迟。而对于原本紧张的状态或是约束的行为趋于宽舒，也可以叫做松弛。但是如果到了放弃不管的地步，那就叫做废弛了。如张衡《戏精赋》：城卫不弛唾，是说守城的校尉不可以放弃他急唾巡查的工作。弛也是忘去的意思，如《礼记·方济篇》：君子持其亲之过而敬其美，是说亲长如果有过，君子都会把这种过失忘去，而只尊敬其美好的行为。跟持字相对的是这个张字，张字的国语注音是之昂张，一声张。张就是把弓弦装上，上弓之后受到两端拉力的作用，弓弦因为拉紧就会加长。由此引申，凡是拉开、夸大、扩展的意思都叫做张。张这个字还可以念胀，国语注音是之昂胀，四声胀。胀是陈设的意思，在古文当中多与这两个胀字相通。如《史记·高祖纪》：高祖复留旨，胀饮三日。剧中的胀饮也就是这样写的胀饮。另外《左传·成十年》：胀如厕，俗字也舍成这样的胀。剧中的胀就是这一个胀。最后要说明的是，迟这个字有史和迟两个读音，如松史或是念成松迟，在意义上讲都是相同的，特别提供给您做个参考。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再见。